本期爆笑体育继续带您纵览体坛欢乐事，奥运赛场也有山寨货，篮球场上也可以亲密接触，足球二过一靠脚，篮球二过一难道要靠脸，滑雪场上危险多，且听我来说一说。什么是摩托赛场上的真正高难度？当然是爬坡。更多欢笑尽在本期爆笑体育。爆笑体育让您笑不停。首期节目开播之后啊，响应我们节目的号召，有不少朋友把自己拍摄到的极品的视频通过邮箱和其他形式发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视频里遇到各种倒霉事的主人公啊，都是拍摄者的朋友，因为不能自拍啊。您这种舍不得朋友套不着狼的优秀品质，这种为自己给朋友插两刀的精神，还有就是您朋友那种把自己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每个人都有一些很极品的朋友嘛。我们爆笑体育的编辑三儿就是我的一个特别特别极品的朋友。我和三儿其实已经认识好久了，我们一起啊2010年去南非报道的南非世界杯，在飞机上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飞机上空姐问 coffee or tea， 哥咱肯定是 coffee 或者 tea 啊，或者像我英语这么好的肯定会操着流利的外语说一句，那个苹果汁能给俺一杯不？你猜三儿怎么回答？三儿琢磨呀， coffee or tea，这 coffee 我喝过了呀，这 tea 我也喝过呀，空姐那给我来个 oh 吧。空姐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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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于是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后来两个人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啊。这后话是开玩笑啊，三是这么想的，人家空姐没答应。好，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些很极品的朋友。首先来看我的这个朋友，他叫做小骆驼，叫做小陀螺，因为他在做铁饼投掷练习的时候啊，真的很像一个陀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小朋友，他喜欢跳高，但是阻碍他的不是跳高的横杆，而是棉垫儿。与其说他是在练跳高啊，倒不如说是在练习抗击打的能力。由于年纪小，他采取的是简单的正跃式。我跟您说，想要跳高一定得用背跃式。看下面的这位姐姐，准备起跳啊，这位姐姐的背是成功的碰到了棉垫的侧面，但是真的没越过杆，所以背跃式讲究的是技巧。这是一位黑人朋友，黑人朋友天生节奏感强啊。这位哥们儿边玩跑步机边唱 IMB， 他还为我们奉献了一支摔倒舞，大家看，就是这个节奏。 Yo yo check now， Yo yo check now，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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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now， 哎呀啊，就这么摔倒了，以后他再也不敢边跑步边唱 IMB 了，直接改唱金箍棒吧，就是那什么金箍棒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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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节奏对上了。当然了，本期还有更精彩的，一起进入本期的爆笑体育。哎，难道醉汉也能上球场？啊，我想我找到答案了，这不就是力宏唱的？一点一点自转，一圈一圈公转，在公转自转过后还能找到北的选手，你真是了不起啊。作为棒球运动中一种训练平衡能力的方式，球棒转圈已经成